啊，那我说大声点的，啊，你上一点没事的 ，OK 的，没事。哎，你要不这样吧，你可以给我这个，那我这样拿不就好了？对，来，没事，哎，可以的，哎 ，Hello。首先我觉得每年应该第二年吧，我觉得可以被邀请到，官方邀请到，我其实蛮感恩的。然后我其实一直以来想做的，无论是音乐也好，是我安排的。对，我这其实一直以来，我无论音乐任何作品，我做的一个初心就是，我希望可以把我们的人的作品可以展示出去，给文化交流也好，可以展示到给无论是西方的、欧洲的、非洲的、东南亚的，任何世界各地的朋友们，给大家看到我们的作品。最近啊，其实我在准备我下一个专辑。就没有了，然后年底的话就是国内演唱会，其实就我明年的计划，我更多的是比起数量，我更在乎做好每件事，沉下心来把一件事做好，我觉得已经很不容易了。比起数量做很多很多很多的，我还是想把它做精。谢谢。